等一下 ，OK， 这个可以照了。好漂亮哦，很美。这样我们以后董事长应该多一点这种美容日。对啊，这样我就不用自己动手了哎。哎，我突然想到，我有新买一个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？你开心一点，然后坐停一点，然后拍一下桌子。嘿，哈哈！哦，我都忘记我是 YouTuber 了，厉害吧？蜜蜡除毛机。哇！哇！寒夜，有点。想到一个更进阶的地方。YouTube 的话，遭到被生铁工程车给撞上，所幸当时工程车速度快，不用。你开一点，你再开一点。好好好，太开了。好了，我弄了。好温啊！3、2、1。